近年来瘦身当道，金门艺术家王明宗反其道而行，最新的陶艺创作以三层肉女人为题，夸张呈现丰腴的女性体态，表达不一样的审美观。你看这个就是生过小孩的，你看那种肌肉的臀部都在这里，而且是这个就是有实际的 model 来看，那这个就没有 model 来看的话，感觉就完全不一样。这个就是比较夸张的手法吧。王明宗表示，陶土最容易呈现女性肌肉的线条，至于为何钟情丰腴人体，可能是自己在金门土生土长，成长过程大环境缺乏物质的投射。每个人所欣赏的阶段不一样，可是我所欣赏的不一样，像这种包容多汁而且有肌肉层次，因为我要把用泥巴把它表现出来，把它露在那里。在我的作品里面完全都是胖的为主，包括男的女的完全是以那个胖的感觉出来。王明宗已经完成三件系列人体陶作雕塑，获邀在金门县政府文化局展出，目前正在创作第四件作品。他也表示，环肥燕瘦各有各的美，身体健康才重要，开心就好。中央社记者黄慧敏，金门报道。